在吗？是，我是。一哥，山河。嗨，山河。Hello, hello, 我又回国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你这还好吗？我还很好，很好，好多了。然后最近更好，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。真的？真的？认识？哈？我认不认识？是圈内人啦。圈内人我认识吗？说给你听好了，就是周子涵嘛。子涵啦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、okay. 中秋节你做什么？中秋节啊？嗯。中秋节我现在还没有确定哎。那你跟文员还没有什么 plan 哈？没有什么计划？目前还没有。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家吗？哦呀。风景啊什么的。那我想问你一个有比较难的问题，就是借你的房子给我。你说中秋节的那天晚上？中秋节那天晚上。就一个晚上而已。对，我想当然想煮东西啊，喝红酒啊，然后之后可能就会需要借用到你的房间。我们喝了一点红酒，当然会就是会坐需要坐在你的床上，然后就是如果然后坐在床上以后，可能如果台湾地震啊什么，可能会躺下来，所以我就是需要一张床，然后可能会倒下来，然后就。你，OK， 今年是几号？九月。九月十六。十六，对。六应该没有问题哎，那天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真的？对。谢谢，应该。对。因为他要谢谢你啊。哎，不会，好，我跟子涵讲，好久没有跟他讲话了。好。英哥 ，Hello， 子涵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好久不见。不好意思，要麻烦你哦。哎，不会。会不会觉得很意外啊？我觉得很好啊，真的吗？有点意外，但是很好啊。我是觉得山河人还不错啦，很单纯。山河很好啊，我觉得山河实在是，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好。谢谢英哥啊。很棒。谢谢英哥。呀，很棒很棒。英哥，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你中秋节让我们到你们家玩啊、哦，谢谢你啊、哦。不会。英哥，哎，这是谁啊？我的跨点过去。英哥，我们在做节目，不好意思。英真阳。谁啊？英哥，对不起。是谁啊？胡瓜啦。胡瓜，哎，吴宗宪啦。跟吴宗宪跟 Jackie 啦。我们晚上的节目哦，天才。礼拜二录影了，天才 Ben 啊，所以有个电访。这个他的任务是要借一个房间，结果您大方的借给他了。他跟周子涵之间没有什么、啊。真的没有，英哥相信我，真的没有。谢谢英正阳先生，谢谢。耶、yeah. ，那就他们两个各加100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有哪一位看不下去想上来打呢？是啊，没有，其他身份都很难借啊。不会啊，雪梨如果打通的话就算200分了。可是女生怎么去借房间呢？不会啊，这说他合理啊，他从日本回来啊。有吗？你有朋友吗？有啊。有啊，来，真的吗？我来，一通。你好，喂，阿令啊。嗨。我雪梨啦。啊，雪梨啊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对啊，我昨天回来的，我昨天从日本回来。干嘛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店里吗？对啊，在打扰啊！真的啊？干嘛？你都不回来看看公司生意好不好？你没有回来，你在日本混不下了。哦，我知道啦。我跟你讲啦，我哈，那个，我想你不是英哥，还有哪边有房啊？你木栅那个房子现在干嘛？房子我现在空在那儿啊。那个木栅房子现在空在那儿，有没有租人？没有哈。喂。我底就是我在我那个房子是山坡的那个别墅啊。对啊对啊，我知道。里面还有没有家具啊？有啊，还有家具啊。没有搬走嘛，哈。没有啊，那现在那个山坡地，那什么四零大就不是摊了吗？对啊。现在房子不是在山坡旁边吗？都没有事吧？倒下来了。倒下来啦？不是啦，都租不出去。真的、啊。我跟你讲啦，我最近不是跟你讲我在日本新交一个男朋友吗？嗯。然后呢，他要来那个来台湾看我嘛，因为我这次太久了。那因为我妈今天又回来，我爸妈都在，那家里不方便嘛。那我想说中秋，那他借我那边偷情不会吧？没有啦，不是偷情，讲那么难听，那难不成自己要偷情啊？
原来是奸情喽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嘛，看那个就中秋节那天啊，好，然后因为他前一天到嘛，那中秋节那天，那看你能不能房子借我啊，借两天呢、啊？借你。可不可以？不会，干脆直接去开房间不就算了吧？哎、欸，我怎么去啊？你说我怎么去？你叫我去哪里？啊？那住家里不行，我不能带回家、啊，我爸妈会知道啊。开饭店啦，去开饭店啦。不行啊，开饭店，那你要怎么去开嘛？你是大家都认识我，你要叫我明天隔天上报，我当时给你看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你是那个什么中国小姐不准脱鞋，忘记了。对，我前一阵才发生一个中国小姐开宾馆的事情，你要害我是不是？开房子也是一样啊。对啊。我靠，我们家邻居旁边还有记者啊什么的，那这样好了，你要去以前事先这样打个电话讲说，轩宇没有。温雪梨真的没有要去我家，你别烦了啦。反正你现在又不住那里，现在空着也是空着嘛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啊 ，OK 哈。但问题是中秋节你一个人在那外面太孤寂，不带我一起去，我就当电灯泡怎么样？你要来看呐、啊，真无聊。那你干脆再待。那不然我介绍吴宗宪给你好了。谁？吴宗宪。神经病啊！干嘛那个唱歌那个皮子啊？哎、欸，吴宗宪不错哎、欸，他人很幽默、啊。他矮了，那电视上看矮了不得了，吴宗宪。真的。每天看他，每个都说他个子好矮、啊。每次在做照片上看到杂志，拜托对象真像，真夸张哟。哈哈哈哈哈。我照片发了，我照片立场，哦，拜托，我们自己公司在做这个人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不要讲吴宗宪了、哎，反正就没问题就对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明天去给你拿钥匙了，好不好？我靠，你真的这样强奸我？好啦好啦好啦哈。OK OK 好，好了好了，那到时候再到店，好，我等一下再到店下店吧。哎，有一个要跟你讲话，你等一下。谁要跟我讲话？你好，我从日本回来，我是雪梨的男朋友，我是吴宗宪。你干什么啊？我真的有什么叫唱歌那个皮子啊？我要到你们店里来拜访你，我跟你讲。跟雪梨在一起啊？是跟雪梨在一起？我没有，他说他在教你，不会吧？没有，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很久了，但是对外都没有公布了。啊、我怎么会不晓得呢？有啦，这两年来已经有超八次。你那么矮，他怎么会喜欢你？不可能。哎，拜托。喂，还有我来尊重一下了啊！你是谁？我是他男朋友。他其实瓜哥是我的表哥啦。喂，谁？你们做造型啊？对啊。我们是天才 Bang Bang Bang。我们在录影啦。好烂哦、啊！啊，好烂啊！好烂哦！天哪，小王的发型。那个吴宗宪要去找你了。再多讲一点，我要再多讲一点，去我们把老王发型公司做造型。啊，没有，我现在就要来找你。吴宗宪要去找你了啊！吴宗宪要找哈，我在中山店等他来。中山店。好，谢谢你哈，谢谢你、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謝謝好。这个算成功，成功成功。对对对，虽然讲那么多情不愿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好朋友。山坡地的，他说你我就被你强奸了。啊、来好，也加一百分。好，加一百分，恭喜。一百一百。现在我们就已经真的听到观众朋友的心声了，对吴宗宪的感情。啊！你这个造型要换一下，嗯，要到我们公司来做一下造型。还好我不出唱片。好，稍微休息片刻，马上回到现场进行我们的目击者天才 Bang Bang Bang。